记者近日在项目建设现场见到，体育馆顶跨径52米的风雨棚已经搭建完成，整体面貌初步呈现。体育馆门前占地近800平方米的市民舞台基本完工，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户外体育场地按照国家比赛场地标准进行建设，目前照明系统等设施设备已安装完毕。工程项目主管韩峰表示，目前工程正进行收尾阶段工作，预计本月改造完成并重新对外开放。整体的一个与这个市政道路的一个接口、一个收口，再加上我们一个这个玻璃幕墙的安装，还有球场的一个面层的一个装饰装修就可以了，就大批量的工程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据了解，斗门体育馆及其周边广场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投入使用，20多年来没有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随着斗门群众对公共文化体育需求不断提升，作为区内主要的大型体育休闲活动场所，斗门体育馆及其周边广场在功能布局、空间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急需升级改造。去年10月，我区启动斗门体育馆周边及格力广场片区文化体育设施升级改造项目，该项目总面积约103亩，内容包括体育馆外立面改造、户外专业体育场地建设、文化舞台建设、整体景观改造、文化休闲娱乐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停车场建设等工程。建成一个15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一个能满足高水平演出的市民舞台，一个标准的11人足球场，3个标准网球场和6个篮球场，多张室外乒乓球台和一个儿童休闲公园。此外，为解决停车问题，还将新增一处户外生态停车场，可提供200个停车位，全力打造集文化、体育、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斗门城市中央广场。